你在问发酵蜘蛛眼啊、喔？对啊。啊，我刚不是就讲了。我要付我的宝蓝蛋哦，还是兔子要服务？嗯，我是会有想养第二只啦。那可以付啊，没关系啊。我付吗？对啊，来，那你过来这边吧。我的啊，就我这个小王八蛋叫我养冰的，奇怪，我已经有一只冰的，还叫我养一只冰的，这不好，干嘛？没关系啦，我们现在要多少蛋有多少蛋啊？啊？用生一下应该就有了。对啊，生一下就有了，啊、催生好不好？啊喵喂啊！有结冰吗？我看没有，我看也还没啊，有了啊！哦，对，今天是最后一次冰火龙了，暂时这阵子最后一次。对，除非他之后赶快更新，除非他之后有更新啦、啊。结果下礼拜就更新，那我们不就头大了？没有，我们就下礼拜再开啊。掉竿，没毛病啊！哇，而且这把掉竿还比我的好、欸。我可以先跟你们说一件事吗？啊，好，你说。就是我刚刚跑图的时候。我看到有一个峡谷啊，然后就有这峡谷，我就看过去，奇怪，这峡谷怎么地板黑黑的？然后我就找到一只很大的那个，就是那个龙的巢穴，感觉很大。可是我有一个比较遗憾的消息啊，就是我找不到第二个那个帕德嫩神庙哎、欸。啊，你好，我要帕德嫩神庙啦。对啊，没办法去找第二个女妖的。我刚开了前半小时，我这边跑。我跑了几万格，可是我就是没有看到第二个帕德嫩神庙，而且还跑到就是伺服器直接被强制关掉了，就是那个载量太大了，没机会看美杜莎。实话，美杜莎，除非你叫创造出来玩。好啦好啦，我是觉得改成西瓜是比较安全一点点，没错啦。我觉得我们的墙非常的安全，不是？啊，结果你还是加冰刺的嘛？在上面啊，太安全了啦，感受到无比安全，太安全了啦。哦、oh, 啊，阿龙哎，你第一天挖巢穴，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马上看到啊，马上看到、啊，挖到下面这里啊，马上看到了、啊，哎，掉落车下去了，哎，他是不是醒来了？他动了一下，他没有，哎呦，你掉下去的石头压到他了啦，他是醒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眼睛张开了，怎么办？死啦，等一下射得到吗？有，我射他，他是绿色的，好大一只哦、喔！兔子，你帮我挖开一点。好，啊，他怎么会突然这么生气？哎、欸，他是不是要跑了？对啊，是不是要跑了？不要，绿色的，好不容易看到绿色的，不要！哎、欸，他怎么会打到我啊？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死了！死了？吗？没有，那为什么叫了一声？给戏、啊？我也会叫一声啊！啊，是那个卡在那边吧？什么叫我也会叫一声啊？你妈才叫一声啊！哎、欸，没礼貌。他是不是卡住了、啊？好像有一点哦。加油加油！是不是要起飞？他要起飞了！啊，我射屁孩了！等一下，打到我了啦！对不起啊，每个都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冻住他。他掉下去了。我冻住他了。好冻啊！我现在旁边有很多其他的怪哎、欸。他咬住我啊！超级咬的、啊。不要再咬我了啦，垃圾龙！帮我喝下不？我忘记喝汤了，没关系，不用喝，他一直把我咬起来，然后又摔下去。哦哇哦！垃圾龙哎！垃圾龙！他嘴巴伸很长，把我咬下来了。对啊，我刚就是这样子啊。哇，他喷火了！不是，莫名其妙，我明明跟在上面讨伐他的，为什么他会醒过来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白天的吧。不是弟弟龙也不会醒过来啊，不会醒过来。对啊，弟弟龙白天也不会醒过来啊，他就是在地底下啊。可能他想到了吧？还是我们不小心让太阳光照到他了？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不要。跟你有，你在哪里？在他龙，我在他肚子下。我们抗火药水啊，先喝一下好了。你先喝精灵汤吗？有水。精灵汤哦，有水。精灵汤可是金，你们两个接力一下啊、哦，接力一下啊、哦！我死了，我刚刚冻到 OBS 画面。我都冻到画面了。我还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接力一下，我不是说你们接力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死了啊！我没有动啊，所以我叫你们两个接力一下啊。他是飞走了、啊。没有，还在，永远配合不到。饿死啊！
永远配合不到的我们。好了，他动作了。一团乱呢。我没有这游戏。这一只应该是五阶哦，这么大一只哎。他死了吧？死了。灭火。金灵汤，哎、欸，原来金灵汤没有抗火、哦，我以为金灵汤有抗火哎。灭火。也够了啦。好啊，灭火。哦，好，我捡喽，那我捡喽。我们不理他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蛋哎、欸。哎呦，666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可是为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怎么了？绿龙为什么是下这种蛋？很正常啊，你妈也不见得是黑的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不是，什么颜色？他偷骂我黑人啊！你妈才黑人啊？怎么偷骂你黑人、啊，还会跟黑人道歉？不是，你刚说我妈也不是黑的，你不是就在说我是黑的吗？没有啊，你自己要怎么听我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他不是掉绿龙蛋哎、欸，他是掉青铜的哎、欸。好像蛮常这样的吧？啊，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养绿龙嘞、欸。绿龙。好。哇。绿龙。哇，你妈才。我们上次用被我们，然后 PP 我们上次被石化阿冷哎、欸。被石化那个东西会不会不见了？不会啊，上次不就试过了，有防喷的、啊。阿冷哎、欸，人还在吗？什么人还在？人有在原地吗？不然我想要敲一个，把你变石头，然后敲走。敲走？没有啊、欸，你不要变人啦、啊！人石化就是死掉而已，它没有别的效果啊。好难过、喔。好啊，那、啊、你们要去打凋零头头吗？又凋零头头？凋零头头？对啊。打那干嘛？啊，不是要石化凋零怪？啊，这讲都没人听哦、喔。哇，你看他就是不听我讲话的那种人啊！有啊，我有啊，所以我才问啊。好，那我说我今天要干嘛？结束。你现在就是没在听嘛？我可以打他吗？马上跟你拼命。他马上收走哎、欸！我说我要打他，马上把他龙收起来哎、欸。当然呢、啊。那我先过去喽，我先走喽，我先走一步喽。那我走喽。我们地狱见喽。好哦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把那个冰蓝的全部拿来做衣服啊。你做啊！你要做蓝色的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我衣服快坏了哎、欸。我会变冰冷的。你们如果有附魔，本身有附魔的话，拿用修的啦，不要再做一个新的了。那我换回去。那是用那个材料。哇、啊！哎、欸，来，这一颗掉头了啦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啊？这么快吗？你要对着脖子砍啊。有啊。哎、欸，真的有、啊。有啊，凋零。哎、欸，这个堡垒好小啊！这个堡垒怎么跟你一样啊？发酵蜘蛛眼怎么做啊？我又忘记了。糖。蜘蛛眼跟白蘑菇，还有美好的味道。来，掉头。有。干嘛啦？我要被冲杀。两只，会不会掉？不是，你别说，忘记怎么做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？之前的。之前？嗯。原来已经计划那么久了。我觉得他们来的时候，我已经逃到第三个头的几率还蛮大的。现在几颗了？两颗啊，两颗啊，我还没有打到最后一个。太迅速了吧？不是啊，两颗是已经好几集之前就打到了。要蘑菇、蜘蛛眼、糖。不是你在问发酵蜘蛛眼啊、喔？对啊。啊，我刚不是就讲了？你有？我靠！等一下，那个，哎、欸，他们是不是就没有在听我讲话嘛？哇塞！我刚讲了哦、喔，蜘蛛眼、糖跟白蘑菇。啊！我刚明就……我靠！哇，你好棒哦！哦，我头好痛哦、喔。不是、啊、你玩个游戏就是要享受去娱乐啊？对，我就是气怎么样？你不满意是不是？对。好了，我好了。那个药水怎么变长了、啊？变久？不知道，我讲了你一定也不会听，等一下一定要问一次一样的。快点啊！你屁！你等一下一定要问我一次。不会啦。好，你说的哦。那、啊、如果你等一下问了怎么办？那你就再回答一次啊。红石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打赌。我跟你们赌，他等一下已经五分钟、十分钟之后又问我一样的问题。然后那你说他讲什么？真的莫名其妙啊！同一句话讲了十几遍。你在哪里？我在，你直接传送我好了。好啊，阿法师要过来了没？没人吵呀啦，他等一下一定要问我第三次了啦。啊，对啊，过来就很恐怖啊，就看到什么都没有啊。得啥？我那么耐，你知不？好、啊，走。哎、啊，你唱一支歌好不好啊？拜托。I have a friend, she is a ghost. 你这表情好。Ghost friend, I have a friend, he is invisible. invisible friend, ghost friend, invisible friend. Rabbit, Abby, Fashishi.
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